川清江水，两岸崇山绵延。发源于闽中大山带南段的九龙江，蜿蜒穿越华安县城，伴随着华安走过千年岁月。沉睡在群山深处的土楼，承载了一个时代的似锦繁华。曾经鼎盛一时的东西窑瓷器，顺着九龙江漂洋过海，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热情的高山族人踏歌起舞，古老的畲族民歌在山间唱响，组成了华安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座古老的闽南小城，经历数千年的岁月洗礼，孕育了独具地域魅力的特色文化。华安人在丰富的文化遗存中寻找历史的密码，也在新的机遇下续写今天的华安故事。华安县地处福建省漳州市西北部，早在数千年前，华安先民们就已经在九龙江畔繁衍生息。在华安沙涧镇一处临水峭壁上，刻着许多奇怪的符号，似字非字，似画非画，当地无人能识。民间传说这是神仙留下的字迹，所以得名仙字潭磨崖。这是华安县境内现存最古老的石刻。公元前306年，越亡于楚，大批不愿归楚的越人流离失所，不断南迁后定居于此，与原有居民混居，逐渐形成了新的闽越部落。公元540年，南朝梁武帝至龙溪县，华安属之。时至唐总章2年，因闽越地区的土著居民与汉人冲突不断，陈正奉诏从河南固始率军入闽，西乱安邦。8年后，陈正病故，其子陈元光接掌帅印，在漳州地区开屯建堡，致力传播中原文化与生产技术，开创了漳州地区的新时代，被后世尊称为开漳圣王。从此，华安地区的纺织、制瓷、制茶等行业陆续兴起。在陈元光通商惠农政策的影响下，本土商业迅速发展，九龙江也因此成为通商的重要航道。华安古时候叫茶峰，这个明清时候这边华安这边茶叶生产销售很鼎盛。明正德漳州府志里面有个叫茶峰市，市就是集市的意思，就交易的场所。由于当时茶叶极其繁荣，今天的华安县政府所在地华峰镇曾被称为茶轰，这是一个因茶闻名的古镇，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驿站。历经朝代变迁，1928年，国民政府计划将龙溪县的华峰镇与安溪县部分地区合并，新建一县，取华峰与安溪首字，得名华安。虽然在正式制县时，原本属于安溪县的土地并未纳入新建的华安县，
但华安一名却被保留了下来。华夏盛世，安泰平和，这是华安被赋予的新寓意。新一代的华安人正以此为志，阔步前行。每年农历三月初三，是华安县大地村最为热闹的日子。这一天是村民们供奉的主神玄天上帝诞辰。为了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一大早村民们就抬着精雕细琢的碾轿神像，顺着道路在村里穿行，最后抵达祭祀巡游的终点二仪楼。这是一座历经两百多年风雨，依旧坚固宏伟，有着极致结构的夯土建筑。它始建于公元1740年，历时30年完工，占地面积约9300平方米，是我国现存单体最大的圆形土楼，有土楼之王、国之瑰宝的美誉。蒋石南是现任二一楼楼长，他生在二一楼，长在二一楼，至今已过了50多个年头。每天他都会巡视楼内状况，以确保二一楼的安全。这个楼是我们老祖宗盖的，他是在漳州开米行卖米跟做茶叶生意的，而建这种土楼只要是黄土匪用的了。以前大户人家有钱人怕人家会抢，所以他盖这个楼为了祖孙后代的安全嘛。华安先民善于经商，积攒了大量财富，但明清时期的沿海地区饱受倭寇威胁，常有盗匪滋扰。什么样的房子才能保护族人免受土匪侵犯？这让富商们伤透了脑筋。在华安县建美村的一座小山丘上，保留着一个始建于南宋末年的太口古兵寨，它防御性极强，四周高墙环绕，楼房整齐分布其中，关上大门，兵寨就成了坚固的堡垒。遍布闽中大地的土楼，正是借用了兵寨的建筑格局，再加以改进，以厚重的夯土墙为核，用穿斗式木构架依附于夯土墙，与其共同承重。大大小小的阁楼均匀分布其间，楼内挖有水井，建有内走廊、射击孔、排水口、传声洞、地下通道等防御措施，是古代战略防御体系与居住空间完美结合的经典范例。我们这个二楼总共有3个门，都是200多年前的木头做的，上面有个细沙漏水，它如果外面用火烧，里面两个井水挑上去倒下来，就漏到这门前，下来火就烧不了。在几种常见的土楼造型中，圆形土楼防御性最好，
并且同样长度的外墙可以覆盖更广的面积。世代土楼人家同饮一井水，共用一个院，关上单元门是自家天地，打开门是和睦的大家庭。2008年7月，中国福建土楼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由二仪楼、东洋楼和南洋楼组成的大地土楼群，则是福建土楼的重要代表之一。南墙黑瓦，内敛庄重，承载的是中原先民坚韧守望、和谐持家的传统理念，更传递着华安人祖祖辈辈凝聚力量、向往和平的美好愿望。在华安县高安镇的西南部，一条小溪蜿蜒穿行于深山密林间，当地人称之为东溪。尽管小溪名不见经传，但以其命名的东溪窑曾在明清时期风靡四海。不计其数的东西窑瓷器从这里诞生，经由海上丝绸之路销往国际市场。近年来，国家致力于将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而东西窑遗址正是首批遗产点之一。2018年4月，厉建安来到了华安县，对东西窑遗址进行调查研究。这都是考古调查发掘带回来的，从窑址上采集过来。他曾无数次踏足华安，与东西窑遗址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前，东西窑仅存在于部分文献史料之中，其具体位置一直是个谜。上世纪50年代，故宫博物院曾经派出考察小组到漳州地区寻找东西窑，但一无所获。直到30多年后的一个清晨，作为华安县高安镇文化站工作人员的邹才金，从父亲口中意外得知东西头存在窑址，便徒步4个多小时前往查看。最终，他不仅发现了遗存的窑壁，还将散落在草丛中的瓷器残片带了回来。这件事引起了厉建安的高度重视，他正在做县文物普查工作，决定前往东西头亲自调查。30年前。来这里，这是荒郊野岭的，茅草丛生，窑壁局部有露出一点来，就它的上部来露出来，这些下面这些部分都还埋在草丛和土层里面。后经陶瓷专家考证，这些瓷片正出自东西窑，东西窑的位置得以确定。此后，考古学家们陆续在华安境内发现窑口遗址20余处，规模约10平方千米。东西窑这个瓷器当年是外销到海外去的，
东南亚海域发现这个泰兴号沉船，就当年打捞号称有30万件的青花瓷器，那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把它辨认出来，其中大部分应该是这个东西窑的产品。公元1567年，明政府解除海禁，在漳州粤港设洋市，允许商人在此进行海洋贸易，粤港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外贸口岸。随着海外各国对瓷器的需求逐渐增多，福建沿海地区的民间窑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距粤港60多千米的高安镇，拥有优质的高岭土资源，附近山岭耸峙，河流纵横交错，是建窑的绝佳位置。那这是一个叫秋叶提诗盘，那瓷器上有东西两个字，是这个窑出土的。东西窑瓷器种类繁多，以青花为主，煎烧青瓷、白瓷、米黄釉等。这两片应该是整个东西窑来讲最有特色的产品，就所谓的米黄釉。但是釉下有一些细小的这个冰裂纹，这就是它的特点，所以它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成色器。这是一个炉的一个部分。因为胎釉膨胀系数不同，米黄釉釉面呈冰裂纹，开片大小不一，体现了东西窑最高的烧制技艺，是东西窑的代表作，曾在明清时期被列为宫廷贡品。然而，繁荣一时的东西窑为何消失在大山之中呢？清末民初时期，随着我国贸易重心由福建沿海向广东一带转移，再加上国内战乱，过度依赖港口贸易的东西窑逐步走向没落。窑烟早已散去，残破的东西窑窑址站成了一段凝固的历史。它见证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大航海时代，也见证了东西窑为那个伟大时代增添的华彩。贯穿华安境内的九龙江曾是东西窑瓷器走向世界的重要航道，今天来自九龙江北溪的另一馈赠让华安再次名扬四海。位于九龙江北溪的龙头峡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玉石爱好者前来峡谷里寻找玉石。这段长约4000米的乱石带是华安县著名的玉雕走廊，河里大小不一的石头大多是华安玉。现代地质学研究者认为，华安玉曾经受过岩体的变质作用，历经千万年时光，在九龙江水日积月累的冲刷下，才形成今天我们看到的模样。我们这个是纯天然的石头，最早以前我们村庄里边哈，就是捡来做什么呢？建筑用的那个地基呀，啊。属于是没什么用处的那个石头。外表看上去华安玉就像普通的石头，内部却有着质地温润的斑斓色彩。
因其矿物成分以透灰石和石英为主，具有硬度高、密度大、吸水率低等特点。这一块石头哈，别人的眼光里面哈，看起来没什么价值，稍微研究一下看一下哈，这个像熊猫一样，两只眼睛，还有鼻子。质地坚硬，并没有影响人们对华安玉造型的追求。或飞禽走兽，或天地山川，或人物风情，其栩栩如生的形态深受收藏者的喜爱。2000年，华安玉被中国宝玉石协会评为十大国石候选石之一。随着华安玉观赏石的声名远播，近20年里，华安玉雕也逐渐发展起来。杨子华正是华安玉雕的开创者之一。我们这个华安玉哈，质地太硬，90几年那时候没有这个工具来做这个雕刻了。2002年暑期研究所研究一些刀头出来，就专门切割这个华安玉的刀具。除了雕刻工具，对于杨子华来说，华安玉雕的最大难度在于如何依色取巧。每一块玉石的花色纹理都是独一无二的，怎样利用这些花纹雕刻出生动的造型，考验着匠人们的手艺。这件作品名叫《福中乐》，杨子华利用华安玉天然的黑白纹理，巧妙地雕刻出三个天真烂漫的孩童。2012年，这件作品获得了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这是我国工艺美术界最高级别的奖项。匠人们不断摸索，发展出圆雕、镂雕、浮雕等多种技法，创作了无数精美绝伦的工艺美术作品。2005年，华安玉雕入选福建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华安县也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玉雕艺术之乡。安县华丰中心幼儿园的教室里，教师张金梅正在指导孩子们学习高山族舞蹈。叫大叫小拉手，打开叫大拉手。张金梅将高山族舞蹈带进华安县校园的第一人，虽然是汉族，他却被这种来自我国宝岛台湾的舞蹈深深吸引。拉手舞是高山族流传最广泛的一种舞蹈。早在1000多年前，《北史列传》就曾有这样的记载：“歌呼踏蹄，一人唱，众人皆和，音颇哀怨，扶女子上帛，摇手而舞。”这种一人领唱，众人踏出节拍的情形，正是今天拉手舞的样子。无论自娱自乐或是婚嫁节庆，高山族人都会拉起手载歌载舞。位于华安县仙都镇的宋坑村，是我国大陆地区高山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严立珍是村里大陆高山族的第三代，一有空闲时间，
他就会约上一群好友，在村里的广场跳拉手舞。小时候是经常看到爷爷他们在中秋节啊、春节啊、端午节啊，这个比较大的节日，他们第一代几个老人哈、哦、聚集在一起，喝酒啊、唱歌啊、跳舞啊。当时的时候，我们小，我们就不理解为什么他们还要唱歌，还要跳舞。随着阎立珍爷爷这一代人的去世，华安县的拉手舞逐渐没落。直到1992年，深圳锦绣中华民俗村的工作人员到华安招募高山族舞蹈演员，阎立珍毫不犹豫地参加了。期间，他与阿美族青年高建生相识相爱，喜结连理。四年后，阎立珍夫妇怀揣着梦想回到华安。在政府的支持下，他们组建了一支高山族舞蹈队，将拉手舞展现给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县里头有什么活动啊，就会叫我们去表演嘛，把这个高山族舞蹈展示出来，让人家知道我们华安有一支高山族舞蹈队。2008年，高山族拉手舞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着舞蹈队的不断壮大，拉手舞在华安随处可见。在阎立珍夫妇的热情期待里，高山族舞蹈走进了华安县的千家万户。在华安县新墟镇的官奢村，蓝贤正在为另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华安奢家民歌的传承奔波着。作为畲族人，蓝贤一直以来的心愿就是把畲歌记录成册，流传下去。九龙江流域曾是古畲民聚居地，现在畲族是华安县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在宁当歌你喝来，今日相送心跳开，走走记得太鲁顺，年年岁岁爱你来。你来就让万雄酒。畲歌讲究畲语押韵，七字一句，四句一首，喜怒哀乐、日常生活、历史文化，都可以用畲歌表达。然而，畲族没有自己的文字，许多民族的珍贵文化全靠畲歌的形式，世代口传相授，才得以传承下来。唱了一辈子畲歌的蓝贤深知畲歌的价值，如果能用文字记录下来，它将会是畲族人最宝贵的财富。村民有那个手抄本嘛、把它拿来复印，根据这些复印材材料整理，个别的没有歌的时候，就到他家里头去采访，采访把它抄起来。蓝贤经过近十年的素材整理和编写，先后出版了《畲家民歌》《畲家民歌续集》，共收录了155首畲族民歌歌词，涉及历史、节气、生产、爱情等方方面面。从此，畲歌有了规范的文字记载，也极大方便了后辈的学习传承。
这是华安畲族重要的文化遗产。几时朝下下时满老三年老是求一谈如今学习畲歌已成为华安县新墟中心小学里畲族孩子们的必修课蓝贤所整理的歌词成为他们学习的书本畲族民歌终在他们身上得以延续高山族有拉手舞畲族有畲歌他们的故事是华安少数民族的缩影在民族融合的浪潮里文化特征就是自己民族的烙印它深入骨血脉络引领着族人们砥砺前行不忘归途清明一过，华安关畲村的中海王便开始忙碌起来。他必须赶在中午之前，把早上采摘好的茶叶进行摇青，这是决定茶叶品质好坏最关键的环节，容不得半点马虎。如今，关畲村依靠种植茶叶，给村民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十几年前关畲村的村民们住在简陋的土坯房里以种植水稻龙眼等作物为生人均年收入不足千元小孩读书靠借钱大人买东西靠记账关畲村成了畲村2003年的时候没有一栋是那个砖房都是瓦片的那个老房子像我这个村到镇里面去赶集啊要跟人家说关畲的关畲的每人都很怕你要给他畲他说不敢给你畲他没钱嘛以前是非常穷的整个村都是一样的华安县种植茶叶的历史已有1000多年在明清时期九龙江两岸茶园连片茶叶远销海外制茶技术也随之传到了我国台湾地区然而民国时期受战乱影响华安境内大部分茶园遭到废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华安县政府第一时间着手恢复茶产业以煤炭为主栽品种却因收入甚微并未大面积推广进入21世纪华安县政府决定把铁观音作为主要品种改造低产劣质茶园并制定了清茶富民战略关畲村就是其中重点扶持村寨之一但村民们对此心存疑虑他们不愿意在赖以生存的土地上种植不能当饭吃的茶叶为此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奖励措施终于村里的几家贫困户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依靠政府的补助开始了茶叶种植并建起了家庭式茶叶加工厂2005年我们村里面有2家茶厂啊包括我一家先来试一下先种一点开始种的茶叶那个质量还可以都是那些茶客来这边收购后面我们就是发动村民这个茶是可以致富的由于关畲村自然生态良好
加之独特的土壤、水分和气候条件，生产出的茶叶质量上乘，香气独到，很快便在茶叶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供不应求。因地制宜才能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这是官奢村世代耕种的村民们最宝贵的经验。在政府的扶持下，越来越多的村民改种茶叶，从而脱贫致富，纷纷盖起了小洋楼。后面呢，就是那些老房子又都拆掉，都建房，有赚到钱就开始建房了。好几代人都不敢想说我们官奢会变化这么大。在华安，像中海王这样的茶叶加工户共有12000多家，从事茶产业相关人员达7万人，全县种植面积约100平方千米。华安县获得了全国重点产茶县和中国茶叶十大转型升级示范县的称号。茶叶让华安人真正走向富庶。各位来宾大家好，欢迎来到摩华大力土楼群观光旅游，我是当地的蒋景云。茶产业不断升级，旅游业也渐入佳境，秀美山川庇佑的华安人用勤劳和智慧描绘出经济生态双赢的和谐画卷，以民族文化和特色物产为依托，吸引了络绎不绝的八方游客。昔日华安已华丽蝶变。香浸润着悠悠山谷，奔腾不息的九龙江滋养着华安大地。历经岁月洗礼，巍然屹立的土楼，沉寂百年后重见天日的东西窑，是华安历史的见证，也是闽南文化的奇葩。巧夺天工的华安玉雕，茶香沁人的华安铁观音，伴随着少数民族热情洋溢的歌舞，共同描绘出华安丰富多彩的当代图景。华安人于草木山水中汲取坚韧不拔的处世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双重人文滋养下，走出深山，重新出发。